拍到，你刚才动手，大家都拍到了。我好会打人。你刚刚动手，你刚刚往家里动，大家都拍到了。他打我，我好会打人。你敢打我？你敢打我？大家都拍到了。你敢打我？大家都拍到了。大家都拍到了。整个就是把我的耳环都打掉，嗯，很疯，对，是哪位？刚刚是发生什么样的状况？刚刚我就坐在201的主席台上面的椅子嘛，然后徐小青过来就护住椅子，我就跟他讲说，椅子既然是我坐的，你手就走开，大家一人一张椅子。然后呢，王宏威，因为我要拨徐小青的时候，王宏威就过来打我巴掌，然后打下去又顺便从我脸刮下去，耳环都被打掉了。我的耳环本来掉在椅子上，是某一位女记者看到剪给我的。你看这个暴力有多大？啊、你看啊，都流血啦。然后他打伤我，他居然还是我自己抠的，完全就是一个暴力。椅子我先做到的，我要去医院验伤了。对，去验伤。